睇片之前记得订阅如一嘅 YouTube， 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先可以走得更远。其实现阶段我哋都要开好多个会议去决定之后嘅 plan 咯。咁到现时为止，其实都冇实质一个好 solid 嘅 plan， 但系我哋都会配合大会，最紧要系安全咯。咁同埋希望大家都 focus 翻喺而家受伤嘅系成员度，因为我即系唔想再有任何呢啲咁嘅同类事情发生。有冇减少啲机关啊？其实我哋自己都冇乜特别大型嘅复杂嘅机关，反而系灯光啊同埋大布景为主，即系音乐性为重啲嘅。咁但系所有嘢都系交俾公司去决定啦，最后安全性为主。咁会唔会喺阿杨洋嘅房啊企喺度或者坐喺度唱歌啊？其实因为本身我自己就唔系会跳舞嘅，我亦都唔会带动作。咁系啦，唔系企就坐噶啦，所以系啊。会唔会遇到一两日唔踩台？其实我因为我不嬲行台咧，我记性好差，所以我自己要求我其实一由知道有呢个 show 咧，我自己都同大会讲，希望可以有起码有四五日俾我 mark 准晒啲位，因为我成日都会发台湾，系啊，所以系。咁我会唔会系虽然唔识 Mila 佢哋啦，咁我会唔会喺度呢件事，可能会身为一个前辈，会点样安慰一班后辈？我个感觉系。雖然我不是 dancer 出身，但是個感覺在台上表演就好像我自己的 band member， 即如果他是我身邊的吉他手，遇到同類事情，我其實都真的很難過咯。希望早日康復。Thank you.